这样，现场的好朋友拿出我们中国喜剧力量观众独有的热情，请谁呀？左蓝，掌声有请。祖蓝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祖蓝，如果我是郑峰啊，他再娘一点啊，如果是那个京剧出来，来了，走两步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掌声响起，送给王祖蓝啊！你可以学一下那个祖蓝老师这个感觉，好，你感受一下，你学一下看看。其实三位演的都是反串，真正的女嘉宾还没有登场呢，你说三位有什么发言权呢？来，拿出我们中国喜剧力量观众独有的热情，请谁呀？我看，掌声有请。无论是朱时茂老师还是王祖蓝老师，表演的都是皮毛的状态，对不对？真正走心的，相信胡可老师会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演绎的淋漓尽致。这样吧，就是我其实从小四肢小脑不发达，四肢就不太协调。是吗？对，我就一般都以表情取胜。哦呦，我做一个表情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是传说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。我的天哪！哈哈哈哈。